大家好，我叫黄小元，我来自福建三明游溪。今天呢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见面。那么呢，站在我这个身后的就是我家乡的游溪菜。这里呢叫半亩方塘，半亩方塘有我家里最特色的泥鳅粉，有我们家乡最好吃的兔子肉，还有呢盐酒鸡，还有我们家乡最好的米酒。那么呢，接下来我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半亩方塘的最地道的游溪菜。半亩方塘源于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故里游溪，三明市游溪县古称陕溪，那里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。游溪不但孕育了一代理学宗师，也创造独具特色的游溪美食。半亩方塘游溪文化主题餐厅遵守绿色健康、古法传承之理念，取材于古朴纯正的游溪山野特产，用心与食物本身的美味，营造禅意简约的舒适环境，配合朱熹之理学思想赋予的正能量气场，带给您不一样的体验。鸡汁萝卜由鲜美鸡汤和鲜萝卜制成，清爽可口，润肺降火，醒酒。鲜笋土猪排由溪山里农家土猪肉与鲜虾制成，加鲜鸡汤、白菜心，细火慢炖。苦锥冻农家自制纯天然苦锥精制而成，采摘鲜果，清水浸泡，日光晾晒，磨成精粉，入锅打匀，切片爆晒，最终才制作成好吃美味的苦锥干，也称苦锥冻。这里是半亩方塘，在莲花香树，方塘带来了游溪红菇的滋补，富含植物纤维的游溪苦眼豆，含丰富的蛋白质的游溪蕨菜，山茶油的清香和深山田野中的精灵烹制的菜肴，带来舌尖上的美味，带来健康愉悦的心灵。半亩方塘，愿您在一日三餐中获得健康和满足。那么呢，吃完我们游溪菜，大家也看到了色香味俱全，是不是真的很美味呢？希望大家可以亲自来品尝一下我们半亩方塘的游溪菜。